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你应该要留长发，且要保持优雅的姿态，你才有可能接到更多的角色，更多的戏。我说我不，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被别人期待的事，那也是因为我顺从了自己的心。我觉得现场拍摄整个环境都是比较干净利落，返璞归真的安静，反而有一种力量感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它会让人有一点距离感。